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局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两对风向调制比较多，要做一把混一色。碰碰基本上是没希望，做个混一色也不错啊，牌型挺好。下家先打的风向，后碰的酒桶，看样子应该是碰碰胡的牌型。看走眼了，再做颜色啊。那他这个牌应该是清一色了。来九条，打掉9万。分项出来肯定是要碰的，这个牌基本上做不了门清。再打8筒，不给他两口不放心。小鸡摸对儿，打掉东风听牌，这个还是我快一点。抓花，哇，杠的是4条，杠了一个一条线上。不是本中没有用啊！再抓花，这次毫无关系了。从听上的牌来看，小鸡北风都是很难留得住的牌，看你们到底能藏多久。北风自摸混一色胡牌，6个花28分，加个苍蝇30分，苍蝇给个2啊，能不能稍微大一点？看一下第二副，这个起手牌多好，一上张，这种牌看着舒服啊，养眼。要是打麻将都是这种牌，估计寿命也会长一点。能多活几年？我10万听牌了，打个2万看看有没有走线的。这个牌不需要点炮，看看能不能杠开，再杠，没有了，2杠一抛屋啊。下家门清也听牌了，两家上听。我个9万，以为5万。上家碰碰胡也听，三家听牌，对家没有5、8万，那我这个牌还是很好的呀。上家摸5万点炮，7花门清16分，加个苍蝇19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来三筒先打蓝风，5筒一来就是找朋友了，留个6万和6条来靠张，靠到张就能听牌。同样是很简单的牌。来5万听牌。听4、7万，这个牌并没有去敲，而是想着修一圈。毕竟4万外面出来过，毕竟我的牌型也挺好的，这个牌修一修，听个3交4交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没有修到，那就直接上听。
抓花杠五万，接着打。上家的牌肯定是碰碰胡了。再抓花，杠的是九条。上家打7万点炮，三个花8分，加个苍蝇13分。